留资了解到的价格的话，都是粉色砖的价格，优惠力度要更大一些，要比直接进调的话，优惠力度要大一些啊。没人了，是的，我要下播了啊，你快要下播了。谢谢点赞。冷就去穿条棉裤吧，我现在穿的就是棉裤哎，我现在穿的就是棉裤。想上厕所。对。2点下播啊，2点下播，基本上就到2点就下播了。咱们没有点关注，先把关注点一点。下午还有一场直播，下午三点左右再给大家直播啊。下午三点左右再给大家直播，如果有那个还有想要看的，可以点击下方小红车，有个速腾能置换揽境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你可以把这个车开过来，让我们的这个评估师给你评估一下，然后咱们这边的话有置换补贴，你可以在这个木木，你可以在小风车里面留资一下，你在小风车里面留资，你到时候过来的话还有额外的优惠和福利啊。粉丝的话，要比直接到店儿要优惠的多。所以说，咱们想要了解价格的，先把关注点一点。点了关注之后，点击屏幕下方的小风车，点击下方小风车，留资，点击立即提交就可以了。下午那场几点？没3点，3点。好巧呀，好巧呀！2016年12月上牌，1.6舒适，4万公里，这个得让评估师给你评估了。我这个定不了，我这个说不了，我说不了哈，这个得让评估师给你说了，好吧？你可以点这个小风车，你留资一下，留资一下。然后你到时候让我们那个评估师给你看一下，这个像二手车这一块的话，我不太了解的哈。没有点关注的可以左上角把关注点一点，点了关注之后给咱们直播间里点点赞，好吧？我们也要下播了哈。昨天的作品绝对够康复运动，绝对够康复运动。这跳的不行嘛，我感觉挺好的呀。就是有点，就挺好的呀，就。高尔夫的话，高尔夫一会儿下次吧，下次给你看吧。你可以先了解一下价格啊，可以先了解一下价格。高尔夫的话有一个现车是阿兰版本的，然后现在是下来差不多是在18个多一点吧。收工了，收工了，结束了。如果说想要再了解价格的，可以点关注，然后下场直播再了解一下啊。那个没点关注的，把关注点一点吧，我们就要下了哈。没有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吧，点点关注。
现在已经回展厅了，下午几点？下午三点左右啊，三点左右。下午三点左右，咱们没点关注的，把关注再点一点吧，把关注再点一点吧，然后我们就下了，就下播了。再看看我，你这个关注你都没点呢，还再看看我，你下次还能看着我吗？还能找着我吗？必须点关注。谢谢夸奖。搜衡水玉龙，对。前几天去店里你都没在啊？没有，我才回来几天啊，后来才回来的。没坐地上，吧？行不行？把关注先点一点啊，咱们直播间里的。我们下了，拜拜。